好了。哎，好呀，婆娘，奴隶将官子你买了个样啊？这些菜回去了，吃饱了好久了是吧？好呀，对吧？哎。你放在哪里嘛？我找不到。哎呀，你跟啥都找不到一天。驼背儿，笨蛋，这个苞谷菜好啊，弄回去喂鸭子。我喊你来就是偷苞谷的啊，那弄啥嘛？鸡腿儿桌子高的，早都看到了，闻到了的啊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哎，媳妇呢？回乡了。放心。姑娘。啊。鸡腿呢？跟那狗叫去了。你好，最后摸的多不多？摸的多呀。莫把那狗闹死啊，他们狗都拴起的，有眼可能是野狗，只怕这老耗子没闹到，把狗闹到了。嗯，班长，啊，你说那个万斯人吃了会哪样？人吃了中毒啊，啷个做啊？上吐下泻啊？那最快的方法啷个解毒哎？解毒那就是弄臭挖喉咙管吹吐啊。你要是吐不出来？吐不出来那就是我辣椒，那就吐得快。宝贝是哪里来的辣椒嘛？有什么有辣椒呢？那就新鲜椒嘛。哎呀妈呀，头发你看来吧，一下我万事一步甜点，我嘛有我糖尿病的天敌。来了。新鲜尿跟辣尿还是有区别的啊。那个新鲜辣尿多黄嘛。那就是哪个火气大，我的尿越黄，那个喝了吐的越好，吐的越干净。头发。他说这个。尿蛋都起不了作用，我问你那个鼻子上火了，你那个尿很有点浓了，今天挤不出来的嘛，我你要明白，挤不出来，鼓捣挤两块去啊！就挤了那点儿。哎呀妈，屁都给我挤出来了呀！看我那个颜色达标不？这是包装上那个颜色呀？那你先喝一口嘛。你先喝。有我毒，你怕个啥嘛？拿起来这一个模仿太虚人了呀，虚人才起作用啊，门球。哎呀，来，肚子咋子吧？
你那个太浓了，拿我那个稀稀释一下子。那万事拖不干净呢？那个拖也只能加个50%的多啊！来呀、啊，头班，再有一个、啊。那还有50%啷个弄哎？那个你不怕，万一我们那个误死了的话，我这有煎药，买好溜的呢，我说我了的呀。煎药给我了一次就好啊。包装有煎药啊？那买煎药噻，走啊，不买我怕呀、啊，摔他妈！包装，哎，你们在这儿做啊？哎呀，刚才那四个鸡腿了，是我们吃了的啊，我们来把点煎药买点了。我的啥子气咋那么大？就把香过去，煎药150一副啊。嗯。便宜点嘛，包装。不发不发。今天他做主了，给他们一人100。哎呦，对。谢谢皮蛋。煎药给我们嘛。啥子煎药嘛？鸡腿搞的没那个啊。哎呀，你们脑壳啊，那个鸡腿是我两口子吃的，啷个得没药嘛？包装才不叫人咯，吃个鸡儿卖给我们200块。你头起吃也是我们不叫人的，你们两个是，哎呀，我没法跟你们说啊。头班，这回去受口啊！姑娘，200块买走。